カセンク。炭酸水にパクチー、ライム、蜂蜜を焦がしたカラメルを入れりゃコーラの完成だ。潰したパクチーにライムの皮を絞るだけでもいきなりコーラの香りになってビールだ。比较喜欢冰沙了，听起来不错。冰沙，我倒是听说过新品。啊，话说回来，姐姐，你说的那个冰沙哪里有卖啊？站前的咖啡店里就有。咖啡店吗？不是吗？因为是冰沙嘛。我想，我还是吃几块的包。这么多西红柿，好吃啊！来了来了，哎呦！好大一个西红柿啊，好吃好吃好吃，太好吃了，谢谢啊。好疼啊，天哪，怎么回事，脚怎么也变成这样了，不会吧，脑袋也变成西红柿了，不要我不要我不要啊。大夫，这是个梦。我根本不能吃芒果，我对芒果过敏，结果把那盘芒果还是给吃了。那你干嘛要勉强吃芒果呢？因为是你给我削的呀，我吃完那盘芒果我很开心。那爱一个人不是就应该去观察吗？如果你了解我的话，你就会知道我吃芒果过敏，我喜欢吃草莓，我不在意你有没有钱，我只在意你的未来有没有我。